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 的编辑婷玉。春夏来临之际 ，L 与板桥大圆柏举办了小小时尚任我行的走秀活动，由八位小朋友呢带来了经典条纹以及运动印花时尚风的服装表演，热闹又可爱的内容即将开始，跟着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。